我们不能一辈子待在这个穷山沟里边，我就不相信我们出去赚不了钱。工头看上了我，他缠着我不放。一个人在外边真的太难熬了。我喜欢你。没有，两口子分得太久太远，始终不太好。我以前没怎么关心你，我对不起你，连我最亲近的人都变得那么陌生。我做错了，我得回来弥补。看普法故事，品百味人生，这里是普法栏目剧，我是主持人王小磊。我们今天继续为您带来《忆冬舞雪》第三个篇章，玉荣与福山的第二集。前面咱们看到了丁福山和他的结发妻子玉荣背井离乡呢，一块儿到城里来打拼。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，但是他们离得很远，聚少离多，基本处于长期分居的状态。丁福山呢，因为租房子呢，邂逅理发店的老板立夏，两个人呢搭伙过日子，产生了情感。哎，丁福山呢，虽然觉得自己内心对不起老婆，可是呢，老婆玉荣对这事儿不知道。后来突然间，他的儿子哎，因为撞见了他跟这个立夏在一起，儿子呢受了刺激，愤然出逃。玉荣也知道了这个事儿，这一下不干了，哎呀，痛苦、愤怒、委屈，他觉得自己整个生活天塌下来了。现在立夏离开了福山和他一起生活的出租屋。可是福山和玉荣之间这个已经出现的危机能不能弥补，两个人的感情上面出现的裂痕应该怎么办？你学着别人养女人，你有那本事吗？你不是的，玉荣，我跟他就是合租。可是他们现在还来不及谈这个事儿，为什么呢？这孩子找不着，对于这两口子来讲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。小孩，今天挺上路的呀，要不要跟哥混？我保证你有钱赚，绝对不会亏待你。我要去找我妈。行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石头。石头。谢谢石头。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
看得下。婉姐，我出去一下。哎，去吧。要把门面装了。啊，这儿不当道，生意一直不好，迟早都要转的。医生，我对不起你。咱们俩大伙过日子，哪有谁对不起谁啊？你赶紧把石头找回来吧。然后好好跟玉蓉姐解释解释，你把错都归到我头上，她就不会太怪你了。还有，你去市里重新找个工作吧，两口子分得太久太远，始终不太好。别这样，客人看见不好。没事，你快进去吧。我去找玉蓉，商量一下怎么找石头。好，那我进去了。王姐。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哎，没事没事。这几天呢，你就别到餐馆来了，找儿子要去。我请了一个礼拜的假，过来一起找石头。我知道，那件事情是我做错了。你要打要骂我都认了。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，想赶紧把石头找到。怎么找？我明天就去找工人们帮忙，人多力量大，总好过我们两个人。玉蓉，我那边租的房子快到期了，我想把它退了，暂时先搬过来住。你退不退那个房子你自己决定，你也不可能搬过来跟我一起住。我现在和别人合租，你过来不方便。那没事，我先回去了。你这边要是有石头的消息，记得给我打个电话。
你先回去吧，反正今天下雨，店里面也没有什么生意。这么大一个城市，我该上哪儿去找？我该找谁帮忙呢？连我最亲近的人都变得那么陌生，我该相信谁呢？老周，你帮我把这些发给工友们，让大家都留意一下。这下面是我的电话号码，如果谁看见了，赶紧给我打电话。好的，我再去复印几份，咱工资上每人一份啊。谢谢老周。谢谢，谢谢。没事，都有儿女，知道的滋味。那我们走了。去。哎，请问一下，你想应聘什么工作啊？我想。应聘发型助理，我开过店，有经验的。这个你一定要记得，交给经理。好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喂，哎，夏先生啊，哎，你老婆要做发型啊？哎，好，可以，你把她电话号码留给我。姐，怎么样了？小佳，老丁这几天在这儿凑合一下。你多担待点儿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你去屋里拿床被子睡沙发吧。不是，姐，沙发那么窄，他怎么睡呀？让他睡屋里呗。再说，我这晚上起夜多不方便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让他把衣服穿严实点儿，委屈你了。姐，别太着急。我有几件事想跟你说一下。第一，咱俩的事儿是分是合，一切都等找到石头再说。玉荣。第二件事，你长期这样请假也不是个办法，要不你干脆把那边的活给辞了，到这附近看看有什么工作可以做，这样也方便找石头，也省得再节外生枝了。第三，你要是决定了把工作辞了搬过来的话，我就去找薛斌问问，看看还有没有空的房间。老这样跟赵家挤着，也不是个办法。你说的是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
你还是进去睡吧。做饭，今天我试着做了一会儿，这个这猪蹄儿，你站着剪一天头，相当于走三里地呢。来，多吃点补补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的脚是猪蹄儿？啊？不是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猪蹄好，猪蹄美容的，那你多吃点。检查一下呢，都怪我，我当时太着急了，我看看差不多就拿回来了，马上就改好了。行了，我马上去贴。不是啊，这路上吃。玉荣，石头会没事的。快去吧，贴完了赶紧去工作。现在正是花钱的时候，没钱怎么找石头？哎，那我走了。你快下来，我在下面等你呢。你说什么？哥。你谁呀？小屁孩。哥，你忘了？你在车上。哦，是你小子呀。脸那么脏，还差点没把人出来。真没把你认出来。你刚才干嘛拉我？还有好事儿？就是。你不是说跟着你干，你能赚钱吗？行吧。哥早就跟你说过，跟着九哥吃香的喝辣的。走，哥马上带你去吃火锅去。走。哎呦！没事吧？哎呦。没事吧？啊啊，没事，没事。走，来，小廖，这是你的啊。
知道，来，这是你的。这是我的。啊。拿着。九哥早就跟你说过，跟着九哥有吃有喝的。走。九哥带你去吃好吃的。石头，哎，走啊！哦，好，走走。就是一家三口，说好一起出来挣钱，一起过好日子，怎么就只剩我一个人了？怎么会这样？阿姨没有感觉的。彤彤，不要缠着阿姨，来。不，我就要阿姨陪我玩。彤彤听话，阿姨有工作，等阿姨忙完了就陪你玩。玉荣，我把那个石头的寻人启事啊，给了我几个朋友，他们都是开店的，兴许呢就有客人见过石头，什么路子都试试吧。给你添麻烦了。没有什么好麻烦的，你也放宽心，走了。福山，什么事儿？老周替我在他们工地找了个临时活干，我先搬到工地去了。那太远了吧，你也不方便，凑合在我那儿挤一下吧。算了吧，赵家人家一个大姑娘跟我们两口子住在一起不是那么个事儿。你跟你们老板那个孩子关系不错啊。我们老板让我帮忙照顾一下他女儿，也顺便让我多挣一份钱。钱钱钱，你从晋城打工起到现在，哪天嘴里边离开过那个钱字？为了钱石头给搞丢了，现在又是为了钱，放着自己孩子不少去帮人家带孩子，你是不是除了钱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了？是啊，我是为了钱，我进城打工是为了钱，你呢？你来谈情说爱。
那你自己呢？你看你跟那个孩子亲热的那个劲儿啊，你想过石头现在还在哪儿吃苦受罪吗？你要我怎么样？我能怎么样？石头怎么丢的啊？不都因为你吗？又不是因为你要去城打工，这些事都不会有，通通不会有。丁福山，你现在是把所有的责任全都赖在我身上吗？丽莎，福山，有事吗？你在哪儿？我想见你。喝水。石头有消息了吗？多找点人帮忙呗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希望嘛。你瘦了。我去给你加热水。丽莎，我喜欢你。我们在一起住了几个月，这句话我早就想对你说，可是一直没敢说出口，因为我知道没那个资格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什么都没能给你，却还给你带来这么多的麻烦。我另外找了个工地干活，一边打工一边找石头，可是我不知道去哪儿才能把石头给找回来，我就用了一个最笨的办法，一条街的走着去找。脚上现在全都是水泡，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，可是他越疼的厉害，我这心里边反倒觉得好受些。玉茹现在老是铁青着一张脸对我，可他对别人都是有说有笑，有时候我就是在想，如果我也能像石头那样在大街上走着走着走着
我就走不见了，我就走不回来了，那还多。可是不行，我还是得回来。我做错了，我得回来弥补。你回去吧。找谁啊？哦，请问一下，丁福山在吗？哦，他上厕所去了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好，福山。哎，丁福山，他谁啊？我老婆。哎，你老婆找的够漂亮的呀。今天晚上洗干净点哦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你提前也不打个电话。我就是想来看看你住的地方。我挺好的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刚才那两个工友把你吓到了？你千万别往心里去，他们就是爱开玩笑，没有别的恶意。让我对不起你，我之前还一直不理解你，为什么放着免费的工棚不住，一定要去租房子。我今天来了，我看见你那地方比狗窝好不了多少。我以前没怎么关心你，也没有想过要到你上工的地方来看看。我没事儿，工地嘛，哪个工地都这样，成天泥里边来土里边去，能干净到哪儿去啊？我以前在家里边翻鱼塘的时候，还不是经常一身臭泥。我真没事儿。回去我跟薛冰商量商量，换间大点的房子，你搬过来。我待会儿去派出所再打听一下消息。那我先走了。稍等一下，我再去叫两位请那个师傅来啊。这位小弟弟应该剪什么发型呢？随便剪剪就行了。行。哎呀，没事，石头，要不然你也染一个吧，花不了几个钱，咱们出来不是消费的吗？你叫石头，你姓什么？人家姓什么关你屁事啊？你是不是姓丁啊？你是不是姓丁啊？
石头，石头，石头，你跑什么呀？石头，你爸到处找你，他都快疯了，快跟我回家，快点！哎，快点！你干嘛呢？石头，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怎么会不认识呢？你那天去找你爸，你看到你爸跟我在发廊，再好好想想。走，跟我回家找你爸。哎，干嘛呢？走。石头，石头。怎么了？这日子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过下去了？到底怎么了？他一直给你打电话，你这段时间没日没夜的找石头，我以为你知道你错了，你回头了，结果都是做给我看的是吧？谁给我打电话？除了他还能有谁？你的搭伙夫妻吴立夏。你敢当着我的面给他回电话吗？不是丽蓉，他这么着急打电话，肯定是有什么急事。我们都在一起那么久，他从来没这样过，肯定有什么要紧事。喂。喂，福山，我好像看到石头了。你说什么？可能看见石头了？不太确定。他走丢的那天，我跟他只是打了个照面，我人不太准。那个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马上去找你。啊，好好好，啊。找到石头了吗？可能是。我也去。走吧。李尚。哎。你在什么地方看见石头的？刚才。他跟两个男的到我们店里洗头，一开始我没认出来是他，后来其中有个男的叫他石头，他们走的时候我追出去了，那两个男的特别凶，踹了我一脚，拉着石头就走了，石头好像被那两个人给控制了。你没事吧？是，我肯定刚才那个就是他。那两个男的长什么样？那两个男的比他大，看起来很凶，石头好像很怕他们的样子。刚才我事情都已经这样了，你就直说吧。刚才我追出去，我叫他石头，他没认出来我是谁，我一着急我就提醒他说，那天他在发廊看到我和他爸，反正后来他就想起来了，但是他一直瞪着我，他不肯跟我走，他跟那两个男的说他不认识我，我想我可能说错话了。我当时真是太着急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要是不那么说的话，他可能都跟我回来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。没关系，
谢谢你。至少他在这附近一带就行，没瞎没瘸，也算是一种安慰吧。这期节目当中我们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，首先这个叫九哥的带着同伙跟石头行窃啊，我们讲到了刑法第264条规定说，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，这个刑呢可以处3年以下，那如果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，处3到10年。而且很多观众朋友们啊，有法律知识的朋友知道，这个盗窃罪的量刑啊和他的情节和数额都是有直接关系的，甚至可以处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一直到无期徒刑。另外，九哥的行为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属于教唆未成年人犯罪，因为这个石头呢，他还是个未成年人嘛，所以呢，教唆未成年人犯罪，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是从重的情节。福山内心当中非常的纠结，一边是结发多年的妻子，还有家啊责任等等，一边是跟立夏的这个情感，此时此刻他不知道自己应该何去何从。那玉荣和福山之间啊，他们都意识到有了问题，他们都意识到情感出现了裂痕，他们正在苦苦挣扎，但是是不是提出离婚呢，还是就这么无可奈何的这么凑合这么下去。两个人现在共同的心愿，首先是找到孩子，把这个问题先放一放。福山、玉荣、立夏三个人的感情又会何去何从呢？韩胜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心里有人了。你把他带到我面前来，让我亲眼看到。不好意思，找你帮这种忙。他现在不是你老婆，是我未婚妻。你不会撒谎就别撒，你是不是见他去了？这还一个家呢啊！你老公跟我说呀，他跟立夏马上就要结婚了。既然你已经决定跟我离婚了，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他妈胡说八道！这婚到底是离还是不离？看普法故事，品百味人生，我是王小磊，明天见。